摇滚一气清新。Hello， 大家好 ，Lisa 现在人在福建省泉州市的德化县。德化呢，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这里有闽中宝库的美誉。德化境内呢，山多水足，矿富，陶瓷美，所以它也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发源地。这里也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德化的陶瓷呢，它是兴盛于唐宋时期，因为它背靠着当时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所以这里80%的陶瓷呢都畅销海外，销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就跟着 Lisa 的镜头一起去逛一逛这座世界瓷都吧。这个冰墩墩雪融融比我还要大，这就是冰墩墩雪融融的生产基地。陶瓷的盘子制作的一个公主裙，太漂亮了。哇，这里也有好多。都是陶瓷的存钱罐，好可爱啊。不是。德化陶瓷的手拉坯体验馆，然后先看看视频，看怎么制作。那待会儿 Lisa 呢，也可以亲自去体验，感受一下制作的这个过程。Lisa 穿好了裙子，按照视频上，还有待会儿有老师的指点，就自己亲自来尝试一下。把这四个角给它弄圆。德化陶瓷特色的高泥土，也就是白土。现在是给土定型。起来，或者是手换手指头进来一样的，推平，按下去推平之后，轻轻往上推起来。的都是一样，不管做大做小，都是这样子做出来的。往上。Lisa 的花瓶就完成了，就这样吧。洗手间水龙头那边洗，我先直接到水龙头。刚刚 Lisa 呢亲自体验了一下这个手拉土，那整体来讲 ，Lisa 觉得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它需要就是工作人员的这种手的力道。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度都要掌控好，那它的形状才能够出现得很漂亮。但是体验这一个过程呢，可以让我感受到就是做陶艺呢是一个细工慢活的一个工作，就是要非常的有耐心啊，所以我也真的是非常敬佩这些做陶艺的这些工作人员。然后他们这里呢也是我们奥运会非常火的两个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的一个生产基地，所以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玩偶，我们可以到这边看一下。这里面是按照各种种类来分的不同的区域的一个展馆，那每一个区域呢基本上都是品种都是非常齐全的，所以这里面展示了很多的东西，还这里面也有。采蘑菇的小姑娘，太漂亮了。Lisa 给你们发现了泉州德化的宝藏金条，看一下满桌的金条，你们要多少有多少。
花盆。好多呀，各种各样的，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德化陶瓷呢，它与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和湖南醴陵的五彩瓷呢，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德化的陶瓷它是以白瓷享誉世界，这里的白瓷呢，它的白度很纯，光泽度很高。那法国人认为中国的白瓷在明朝时期是最上品的，所以呢就有一个称誉是叫中国白。怎么少得了这种纯白茶具呢？那茶具呢，也是德化陶瓷的一大特色。我感觉也是非常的震撼，这里面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那整个德化县哈，真的是满大街都是这种做陶瓷的，随处都可以见。德化呢是一座山城，所以这里的陶土呢确实比较好，所以它这里面也成就了世界陶都的一个荣誉。那这里呢，当然除了工艺以外，还有很多的美食小吃。Lisa 来到德化县呢，肯定也少不了吃好吃的。那今天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走一走，找找吃的吧。德化的粉丝朋友给我们推荐了我身后这一家福气小吃店，听说里面的小吃呢非常的丰富，然后当地人也觉得味道不错，我们远道而来也进去看一下。这个装修还挺有特色。来先生跟大肠汤吧，猪血还更好吃。我吃猪血。放你要一碗啊。对，还不要多等待点。这一碗大肠汤看起来就不错，汤汁很浓。那他们的咸饭呢也加了酸菜和萝卜，看起来也还不错，闻起来也挺香的。那来到这里呢，我觉得这道菜是必须要吃的，就是他们这里的特色骨头肉，这里面全是瘦肉，就是从骨头上剥下来的。然后这是豆腐跟大肠。这个汤汁很浓郁，所以呢下口是比较烫的，要慢慢的喝。土豆，哇，这个土豆混在里面还挺香的。这两个大肠的做法不一样，但它的味道也是比较独特的。这个是大肠根，它里面是有打粉的。那这一份的话，它这个大肠里面还加了醋，所以这个醋很提味。全瘦肉的骨头肉，然后再加这个梅菜下去炖的。
情呢还是非常的开心啊、山城的空气好，这里面也盛产美女，那这里的美食呢整体来讲是比较接地气的，都是一些家禽山珍为主，海鲜呢会比较少见。那德化县城呢还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就是九仙山和石榴山，也是非常不错的。Lisa 时间有限，那下次有机会的话 Lisa 再给大家分享德化的美食美景，也欢迎朋友们来德化走一走，县城的生活呢就是慢节奏，那这里面的人呢也非常的随和，我觉得很好相处。今天 Lisa 的美食游记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订阅我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